是啊，爸打电话给我啊，说你出事情了，是吗？没事，一点小擦伤而已。你看，没事啊。好了，没事就好，我还以为什么大事情。没事，那爸呢？ No, next time we better get an onion cutting machine. Hey, honey, look, Adam's back. Adam. 对啊。你怎么回来？ See, I told you. 他一定是会听错，误会了。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. So你是 Wendy 吗？先生，你认错人了吗？你一定是 Wendy 对不对？先生，你真的认错人了。原来你都是一个人啊！在那个，好像上次看到你是三个月以前的，我还以为是三年呢。也太夸张了吧！最近没有看到你来这边运动。对啊，最近比较忙。我先走了。对啦，special 是今天 special 是那个红酒炖肉吗？来一份吗？那我来一份好了。OK， 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这是今天的特餐，还有些饮料。
他的速度还蛮快的。好了，小心哦，汤有点烫，小心烫哦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有什么需要再跟我们讲一下？好，谢谢。难怪他有家乡吗？有啊，怎么了？就觉得还蛮特别。你们老板在吗？嗯，等我一下，我帮你看一下他在哪里。好，谢谢。老板娘在干嘛？有客人找你。家里面出一点事情，我以为我妈出车祸，所以我那天我就把我赶到国外去，所以才没有出事。哦，我问你啊，你们甜点为什么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呢？因为我不会做甜点啊。那你想学吗？嗯。我可以要你的电话。干嘛？是下山，是三二。啊！启动！啊！哇！哇！三二。不是，我发现问题，因为我一直手拿雨伞。你有看过《中华一番》吗？我就是喝到一口，像惊为天人，就是会飞到，会飞到。严重。记得手腕只用这两个。加水，来喝一口，喝一口。回眸，撒气，说。加的。四、三、二。好丑哦。打了，看着有点反胃。